哎，侯总，啊，我来接您了，我在楼下。好嘞，好嘞，那我等您。好。你要车没车，你要房没房，哥还这么低，我要你干嘛？咦，媳妇，你咋这样说了？我有一颗安静的真心，我可以为你去死。你怎么还跟着我？哎呀，窝囊死了！那我有一颗爱你的真心。真心值几个钱呀？我真的真的很爱你。这我新男朋友，我跟着他，我最起码还有辆车呢。可是我真的很爱你。少爷好，老爷让我接你回公司开会。我跟你讲，区区一千万不要这个样子，你们自己解决啦。是。哥，刚才谢谢你啊。没事，不过我你真能装。